年前，美国一名小女孩父母离异之后被母亲偷偷的带走，六年来父亲遍寻不着，但近日案情出现奇迹，让父女俩重新团圆。原来有店员认出，有顾客和 Netflix 影集里失踪协寻公告里面的女孩非常神似，迅速报警。My hope is that there is somebody that's out there that knows the truth.知名影音串流平台推出的犯罪记录影集，专门收集各地悬案，从超自然现象到家人离奇消失等谜团。制作团队访问警方、家属和相关人士，提供线索和理论，期盼集观众之力解开谜团。近来，美国一名失踪六年的女孩凯拉，正是拜这部影集所赐，重新回到父亲身边。What's most unusual is, the ability.To stay off the grid, if you will, for that period of time. 凯拉的父母2017年离婚，父亲取得抚养权，不料母亲偷偷带快六岁的凯拉离开伊利诺州。大约一个月后，警方对凯拉的母亲发布绑架的拘捕令，但母女俩却如同人间蒸发。直到近日，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一间商店店员发现凯拉神似影集中的失踪女孩，迅速报警。She was on the Netflix episode for four seconds. 最令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名店员的好眼力和记忆力，因为凯拉的故事并非影集主线，寻人照片只在片尾一闪而过。现在凯拉已经和父亲团聚，警方也盼望更多失踪儿童案件都能出现像本案一样的奇迹。是林文斌。